그러면 따님 때문에 물어본 기억이 있으신가요? 哦，我跟你讲，当然有。他第一次呢，如果幼稚园的表演呢，哦，那个舞台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感动。我觉得所有妈妈应该都是一样的。처음 들어본 얘기。嗯，那这样看着看着，觉得哦，他长大了。那再来就是他那个，第一次出道舞台，对啊。那时候我们来看现场，也是觉得，也是其实蛮感动的。我那时候，不要哭，那时候，嗯，就觉得哇。这个怎么那么棒，那么厉害？其实他以前刚来韩国，我们会比较担心，说啊，他来能不能适应？然后呢，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？自己会不会去解决？然后比较担心这个啊，反而觉得他应付得很好哎。哦，比如说他那时候不是还有一边学习一边读书嘛，我就要很早起床。然后呢，又搭车搭了三班车，然后去到学校，回来又是三班车。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耐力竟然可以自己维持到毕业，不容易啊！他很乖耶，真的很乖，从小时候一直乖乖乖到长大。哦，这个是女儿送我的。其实我自己不喜欢戴饰品，那我手上的这个还有这个项链呢，通通都是他买送的，我才会戴，要不然我平常我是不戴的。对啊，哦，对啊。